相对湿度破 80%， 必做三件事度梅雨季。前台正式进入梅雨季，出门除了要随时携带雨具，住家防潮大战也正式启动。来来来，接过来，专家说有三点要注意。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，上月全台观测站测得相对湿度平均超过 80%， 黏糊糊的感觉不舒服，除湿机千万不可少。一般大家认为六平大就是适用六平空间，但水箱容量才1至2公升，若是真的很潮湿，十平大空间就要派上12或13公升以上除湿力机型，除湿效果才会强。全热交换器也有调节全室空气湿度功能。雨水狂喷渗透墙面、窗框缝隙，可能导致漏水及壁癌。粘着处的水力控若是胶化老旧，撕除后重新填补。DIY 单条200元就有，强效型800元左右搞定。下雨天也是尘螨最喜欢的时节。据国建署资料显示，尘螨尸体及排泄物是引发12岁以下儿童气喘发作因素第一名。他们喜欢住在床垫、棉被、枕头及窗帘中，除了常常清洗，还要高温烘干才能一除而后快。懒得动手的交给专业的来，除螨费1500至3000元。建材选择可用防水漆，预防木柜、桌椅、墙壁霉斑，可使用除霉喷剂。加入 e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。成功后选择新的订阅方案，就能无限畅览至8月底，一起订阅起来。